星期六沙田日赛，伟达继续欢腾。练马师伟达近期当王，今次赛事他布下强阵，又看看会有几多场头马进账呢？第三场辉煌心和第七场量化欢腾，上场同日初出即胜，成功造就马房起马。今次伟达特意安排这两匹新胜马一起复出，到底又可不可以重温好梦呢？讲开侧身马，一定要留意第一场初出的威风凛凛。近期这匹马的神货快跳由伟达一手包办，加上最近两次试习都以首名冲过终点，究竟它又可不可以一出即胜呢？另外第四场红粉彩影，上场输短马头位位居亚军，今次继续跑泥地一里，誓要爷马开斋。密切留意星期六沙田日赛。